12月16日，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3D 首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。导演徐克携演员张涵予、梁家辉、林更新、佟丽娅、韩庚、陈晓等众主演出席了此次活动。黎明、冯小刚、管虎、吴亦凡、尔冬升、林超贤等众多嘉宾也悉数亮相捧场。影片里，韩庚饰演203小分队的后代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，戏份并不多。早前韩庚因客串变形金刚4被调侃打酱油，在新片《智取威虎山 3D 中戏份不多的他再度引发热议。采访中问到是否继变形金刚4后再度打酱油时，韩庚表情尴尬回应道，我没有打酱油，我是主演。你不能拿这个来比啊。对，怎么比较呢？这也没法比。那您之前就说过，就是那个就是只有演好打酱油的角色才能演好戏。然后，但是您之后又说过，就是不能一直打酱油下去。那什么时候这才是个头呢？是这样，这其实我这没有几部戏我去打酱油，这没打几部戏的酱油。对，只是大家把这个问题说的还挺大的一个事儿。对，哎，我这其实这部戏是。打酱油，其实这个我还真认为说，就哥哥比较说这个现代戏的这个部分嘛，没有这个环节，没有一个这个延续的一个开始，我觉得应该是哥哥比较给咱们还面子吧。那严重啊，这严重。其实这游戏呢，我也没打酱油，这你看了吗？昨天？没看，没看，没去看。是吗？答案是不是了？当然不是了。我说了，刚才我在台说我是主角啊，就没有我的话，这个戏演不成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男女主角林更新和佟丽娅都爆料，自己的角色有很多备选演员，但唯独韩庚是徐克特意指定。对此，徐克解释称，韩庚的角色身上其实有自己的影子。此外，谈到影片结尾时，韩庚和幻想中的爷爷对话引发全场爆笑，徐克直言，设计这场戏是为了给故事里的人一个正面回应。可是我个人的感受，我觉得总需要这么一场戏，把我当年的那种心态放到这个戏里面，去表达一下，作为一个看戏的人，作为一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的，给他们故事里面人物一个正面的回应。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所有做过的事情跟他们所当时的精神，都能够我们。跟现在连在一起，我希望那场戏让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啊。因为我自己看那场戏，我就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在写那场戏的时候，我自己很强的一种感觉，我觉得是，我自己很感慨，就是说这些人不在了，可是我们还希望他们在我们心里。刚才韩庚说，好像只有他没有备选，为什么就是那么看重他，要选择他来拍电影的角色？因为是他是最，我觉得是最接近我们的，就像我们现在的。据悉，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3D 将于12月24日全国上映。土豆娱乐北京报道。